米娅桑，嗨哟，欢迎来到六的频道。那为什么我们穿这样呢？详情请见我们上一个影片，好不好？战斗女子学院的影片。因为我想说，刚刚抽名列起来抽太棒了，我们这边乘胜追击，来抽魔导跟白猫合作的关卡啊，转蛋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看到有四个角色，它有娜兹、露西、艾尔莎跟不穿衣服的格雷。然后小帮手表示没有温蒂，所以他不抽。小帮手很任性耶，那我们就直接开抽。我存了很久的石头，最近派上用场。合作关卡就等这时候了。那这边一金、两金、三金、四金、五金、五金、六金。小帮手在偷笑。哎、欸，六金耶，六金耶，六金耶，六金看起来很厉害，但我很怕现在全部都是那个猫。弯掉了哦，有两个新角色是谁啊？凯莎跟伊丽莎贝塔，哎、欸，双四星，可是不相干，不是魔导的角色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直接再一次，哎、欸，六只里面有，哎、欸，六颗里面有两只四星新角色，还行啊，还可以。嗯，哎、欸，刚刚出现几金啊？没看到，哦、我现在好像看到很多金哦，很多金哦，至少五六金哦。有没有？咚咚咚咚咚，这样几斤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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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好像又六斤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就是凤梨，有完没完啊？又是那只猫啊？再一只凤梨，一只凤梨不够，你有看过两只凤梨吗？那这边在大叔，就四星，可是刚刚想说新角色，可是完全又是一个不相干的角色啊！我上次明明就有抽到那个七骑士里面的新角色啊，不是，是什么 Soul of Night 啊，不是七骑士，好自然就叫他七骑士哦。按下去，再来一次。存了这么久，就看这时候，我的宝石。哦，好像很多金耶，很多金耶。小帮手默默在数金，到底是几金？五金吗？他这样认真点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好像又六金啊，我怎么觉得金好像有点多？再来，新的，小护士啊，又凤梨有点多。很像，你哪位啊？等一下我中了好多四星哦、喔。其实我好像都有中四星，可是都不是活动的角色，又是两个四星耶，好扯哦、喔。七星跟西瓜，我们有凤梨又有西瓜，再来啊！哎、欸，我这样抽了几次啊？四次了。不要偷打嗝，我听到了。认真点，算一下几斤。咚咚咚咚，哇哇哇！这是只有四斤哎，搞不好就在这里面哦。手里的一子呢？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有没有啦？好烦哦！啊，我不要人妖骑士，我也不要那只猫啊！快点啦！哦呦，艾尔莎，艾尔莎，艾尔莎！艾尔莎，艾尔莎，哎，哎，这是鸟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哦，是三星的变身式。看到一只鸟，是变身式吗？哎、欸，这图案是变身式吗？罗罗，哇，新年快乐，有小鸡耶，我看到一只小鸡耶，会不会？这一次抽完又被说很疗愈了。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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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船，跳船！五五金，五金。等一下，我存了那么久，该不会就我这样也可以重复？够了，这样也可以日新重复啊啊！艾尔莎。艾尔莎，
附带一提，我现在还没有四星的变成势力。GG 了耶，连新角色都没有耶，真的要再来吗？好，再来再来。你想抽是不是？不想抽就算啊，我自己抽。两金、三金、四金、五金、六金、七金，我好像听起来金超多，好像很厉害，可是好像掉下来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真是金超级多哎，该来了吧？艾尔莎，你该来了吧？不是，完全又是一个不相干的人，就是好像内心 OS 就是你哪位啊？好、啊，我金这么多 ，Are you kidding？ 哦，不是哦，干嘛这样啊？黑法黑法黑法，格雷吗？不是，三星。啊，苏哈啦，苏哈啦，苏哈啦，苏哈，好不好？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；养宝石，就是整个月，就为了这时候。在挖矿嘛！哦，超多金，超多金！哎、欸，只有两只没有金，该中了吧？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感觉到我好多好多好多石头。哇，这也可以重复。你这样也行，你这样也行啊！又是双刺星耶。刚只有两颗不是金的，这样居然可以双刺星，好扯哦！我想抽是不是？来啦，小帮手伸出了他的手，在我们画面点击下去。哎呦哎呦，两金，两金三金，四金五金，五金六金七八。哦，所以只有三个是白的吗？看一下，我们抽这么多次，我觉得几率应该要提升了吧。哎、欸，这出现了超多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已经看到，对，看到他超多次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偷偷在我里面加倍啦？哎、欸。三星。最強に近づいた。俺がいれば百人力。私に任せて。一人でいいっつーの。这是所谓的什么？怎么抽就是没有哎、欸？呜！其实我真的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抽了几次，不过呢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抽这么久抽不到哎、欸，就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可能同一天抽到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就该收手了呢？不是抱持着一个希望啊，我们要相信他，应该是要出现了才对啊。嗯，这才真的还是有点难抽啊。洞洞阴凤梨。我们有凤梨，有西瓜。真的猫也来太多了吧？好扯哦！哎，等一下又出现这个。哦，我们不是没有四星，可是不是我们要的四星。最后一次的十连就给你了，没了，没有了。两个，两三个，四个。哇，我们只有四金哎。五金，五金，咚，咚，哎，不忍看，哎，呼，很像，哦，砰砰，
之前有人说我们哪个影片很惨，有没有看过更惨的？就在这里了。这时候请大家可以按下你们的喜欢，好不？按下你的喜欢。那欢迎大家订阅六的频道，我们就不加以评论了。我想我们就下次有石头再来想办法了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